Fuck me. Oh my god. Oh my god. Hello， 各位，欢迎回到 War Thunder， 我是小 J。那在这边要给大家拜个晚年，很抱歉，中间这段时间给大家拖了非常非常久，没有给大家带来影片，主要是过年，我必须从香港回台湾，然后，要处理很多很多事情，我要申请一些过关的时候的东西，所以很抱歉。然后在这边给大家拜个晚年，就跟大家新年好，希望你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都会能够身体健康，而且万事如意。那今天要跟大家抱歉的是，你们听到麦克风声音可能会有点奇怪，因为我过年的时候有把我的电脑还有我的麦克风带回去，然后我本来想说能够给大家在过年期间出一些影片，但是后来这个过年的氛围还有家里的情况，人很多很吵杂什么，就不允许我做这影片，所以就没给大家带来。那今天这段影片它很特别的是，首先我们先说今天这段影片是由陈玉宝，你们如果是我这个有频道的长期观众，你们就会知道这位观众也是我们长期的一个老观众，他也要求过很多次。那这一次他要求的是看这个 Panzer 38T， 也就是这一台呢是 F 型，所以游戏里 Panzer 38T 有两台，有 A 型跟 F 型，我们再来看的是 F 型，然后加上 JU88 C6。 但是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 JUDA 没有什么 C6， 在这里 ，Holy shit， 在这里，我还在想说怎么没有 C6， 我看了好久，我想说没有啊，哪里？我看这边，我想说哪里没有 C6 啊，哪里有 C6？ 我只看到 A1 跟 A4， 哦，在这里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陈玉宝兄，我是瞎子。我没有看到，我在现在才看到，在这里原来，但是影片我已经做完了，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JUDA A1， OK， 所以C6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做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 JUDA A1， 那我们有可以有玩错了，我们可以有四个250公斤的炸弹 ，OK。也可以有28个50公斤的炸弹。那我用了几次，我发现这个50公斤的炸弹都有一点不足够，虽然有28个，但是威力不太够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带这个250公斤的炸弹比较好。那我要说的是，今天这个影片在过年前我就录了一段关于这个 Panzer 38T 的游戏过程，然后我还没有办法，那时候我还录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 JVDA 的片段，所以我就留着，我想说等我过年的时候或是过完年回来再录。但是为什么你们现在会听到这个很奇怪的麦克风的声音，是因为我过年时间没办法录，但我回来香港之后我发现我把我的麦克风留在家里了，所以我必须想办法去重新填补一个麦克风。但是今天我不想再拖这个影片，我想今天就把这一片做出来，所以我用电脑现在本身所配的这个麦克风来给大家录这个影片，所以声音音质会有点不好，在这边跟大家道歉。那因为 Panzer 38T 的片段是我在过年前录的，那时候我的麦克风还在，所以你们听到那一段的游戏过程的音质是好的，但是你们听到这个开头还有游戏的结尾还有关于 JVDA 的游戏过程，就是我用这个电脑的麦克风录的，所以声音就会比较差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见谅。那我也就不再多废话，希望你们下一次留言的时候也一样再挑一台这个 Battle Rating 2.3 以上的坦克，我所谓以上是指科技数以上 ，OK， 那我就不再废话了，赶快让你们进入这个游戏的过程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各位，所以欢迎来到废弃工厂。然后你们看看左下角我的那个 ping， 324 ping， 我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伺服器，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 ping？ 我在猜这可能是一个美国或是欧洲的伺服器吧，可能323 ping。希望这不会害死我。我不知道这么高的拼对于我们有多大的影响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听起来觉得我的鼻音很重的话，我
跟你们抱歉，就是啊，你们知道我一直有过敏的问题，然后这几天天气又有点转凉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开始有点过敏，所以我对你们必须听我这个鼻音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所以希望你们够谅解。OK， 他们刚占领了 A 点，他们应该哦。他们应该要准备推进过来到这个位置了，他们应该要经过这里。有一台50机枪的坦克还是装甲车在那后面。Fuck me! Oh my god! Oh my god! Oh! Shit! Oh, 我还以为那是个敌人。OK， 我们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损伤，就是我们的这个。我们炮的这个升降垂直的升降这个被打坏，现在修好了。OK， 我们基本上应该是挡住了他们从 A 点过来的这一批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尝试着去把 A 给拿回来。如果我可以撞开这个，谢谢。Oh fuck me！ 快捡钱钱钱钱钱钱！吼吼！哦 ，OK， 他死了。各位，我们不应该活着，但是我们却还活着。确定一下，我们背后是没有敌人的，正前方没有，右边，有人用炮击。哦，我们的背后有敌人，其实背后有敌人，其实。他在这。LVT， 哦 Oh my god， 不要看我，呼，我不太分得清楚那台坦克它到底是正面面对我们呢，还是背面面对我们。射了第一炮之后我才知道，然后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太久没玩 War Thunder， 跟你们说，怎么控制这些坦克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拿到四个 Q， 他们又在占领。我以为我们可以打到他引擎的说。哎，这一下是引擎了，我们不需要往前，我们在这里攻击他就行了。Nice。OK， 右前方还有一台。看一下，那是一台 T70 还是 T60 之类的，所以估计就是它。OK， 右边这边还有一台。谢谢。Nice， 左边还有。Oh my god！ 快！ Nice！ 呜，七杀！真的低阶场，各位，我们回来了，欢迎回到窝翻的。哦，谢。
对，他好像死了。Answer to 哦，我听到一个大大大大大炮的声音，估计是那台 Horo。对面其实对面还有蛮多，还有蛮多台的。OK， 我不想待在这里，这个地方非常的暴露。这边只有一个重生点，我们的队伍基本上已经要过去这个蹲他们的重生点了，所以应该没有太多可能他没有办法推进出来，除非有一些本来就已经推进出来我们还没有抓到的坦克，就我们漏掉的坦克，他们可以从背后来攻击我们，但是哦呼，那些 I-16 之类的。有人冒烟了！哦，哇，这样子就拿到一个助攻啊！啊，我不介意啊，给我这个助攻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我的 fuck！Oh shit！ 完全看不出来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Nice！ 哎，还有吗？那台肯定还是随便什么，他翻过来了，而且他在地下。哦，我们去帮他看能不能把他翻过来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背后。Shit， 好像有敌人，不过我还是比较想帮助这台肯尼，他必须要放出他的那个绳索。等一下，放出绳索的哦，他也想帮他其实。这个人如果不放绳索的话，我们光用这样推有点难，对，有点难帮他。那我要走了。这些人他不放绳索的话，我们真的很难帮他。哦，哇，刚刚那个卡的。OK， 我说我们拿到八个 kill， 但是有一个人还超越我们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多了一个助攻，他比我们多了一个助攻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第一名的话，我们至少要再拿一个助攻，或者再拿一个 kill。我们来看看。我们的目标是十个 Q， 我们来看能不能做到吧。为什么背后？对、okay ，没有，应该是那个人在。哦，哦、okay ，他死了。哦哦哦哦哦 ！What？What？What？Come on！ 哦，哦，刚那一发弹掉了，真的是，我们差一点就死了，而且差一点害死我们队友。他们居然绕到了 A 点，哦，他死了，不是死了，他没有待在 A 点。Oh shit！ 哦，拜拜。哦，他居然没死！天啊，这些炸弹好弱啊 ！GG。所以欢迎来到 JU88 的游戏过程。那在我们进到空中之前，我们有发现空中有一台 I-15， 不过它刚好好像被打下来了。
所以希望现在的空中是没有敌人的。那现在历史模式的轰炸机也没有轰炸指标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利用我们自己，第三人称的视角，或者是游戏里面自备的那种这个轰炸视角。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难用，但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看，就是。给那个人感觉好像死了。那我们的飞机有点不稳定，所以我打算我们再绕一圈回来，因为我们轰的可能不会很准，所以我们最好挑一个没有在移动的目标，像那个目标就在移动，那 BT-5 速度很快。那因为我们是重型轰炸机，所以我把我们的那个延迟给调两秒钟的延迟给调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有比较慢、比较快的延迟，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成功轰炸到我们想轰炸的目标，轰丢它前面，哦，错过了。哎，我们发现一个目标。OK， 我们稍微丢在他前面，看看他会不会 ？Nice！ 哦，可是真的，如果你把这个延迟给调掉的话，通常你都会被自己的炸弹给炸到。哎，那边又另外一个敌人，除非我们就从更高空去攻击他。我们这次试试看能不能再从更高空来轰炸，当然我们现在的速度有点慢，尤其我们的左引擎受损。看一下我还有没有办法看到那台坦克。对，我看到一台防空车，应该是一台防空车，对，在那边。OK， 我们投弹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，应该不行，对。这就是高空投弹的一个问题，敌人若在移动的话，你的这个时间，炸弹掉下去的时间会让你没有办法准确的炸到你的目标。我还在想说我们两个250公斤的炸弹对一台防空车说不定会有点好一点效果，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台那种卡车式的防空车，它是应该是台 ZUT-37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降落，我们可能需要一点这个引擎的能力能量来让我们跨过这一个凹槽。OK， 像我们可以关掉。哦，我的那个 landing flaps 没有放下来，我还想说怎么感觉我们没有在降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收起来了，帮助我们的刹车。我们有前面有一挺小机枪。应该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一下，多少帮我们增加一点这个阻力。然后转一个圈 ，nice。OK， 25秒之后我们就可以起来了。我看到 ，OK， 投在他前面，希望不会炸到我们自己。哦 ，A 点里面不止一台，那边还有一台。左边一台 ，OK， 我们看能不能转回来。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点速度。250公斤的炸弹，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有效。好，各位，所以今天这一场就先这样子告一个段落。抱歉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太精彩的 JVDA 的游戏过程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历史模式没有了这个。轰炸瞄准指标之后，让这些重型轰炸机会有一点难使用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。我会觉得，也不是说难使用吧，就你会，在我个人我会觉得，那我就宁愿不要去用这些重型轰炸机了。我觉得我平常用我的这些 Dornier 235啊，或者是 BF-19。不管是用炮、用俯冲轰炸这种比较灵巧的小飞机去俯冲轰炸，我觉得都要比用这种又笨又重的轰炸机去轰炸要来的准确的多。所以，我觉得沃丹人应该要把这个轰炸指标给重型轰炸机还是要带回来。如果是这种攻击机，那可以不需要，但是轰炸机我觉得还是需要，像 B-17、B-29， 你可以想象。其实 B-29 反而还比较没有关系，因为 B-29 通常我们都是从高空去轰炸，其实它的炸弹是非常大的炸弹。
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想象一台 B29，如果你没有中大指标，你要去用那个来瞄准，那真的会有点难。所以我会觉得应该要把这个轰炸指标给带回来了。我觉得虽然说，我觉得SB 就是模拟战场上面你可以不要有这个轰炸指标，但是历史模式还是应该要有。历史模式本来就不是那么的真实，毕竟连那个。我们都知道弹药被射到了不一定会爆炸，对不对？你在这方面你也没有做到100%的还原现实，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轰炸机上面去故意矫情这个地方？这是我个人的想法。OK，那各位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。那一样，很抱歉给你们拖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主要是过年还有很多很多个人的原因。但是以后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影片会回到这个正常的频率。那我希望再多看到一些这个初阶坦克，所以我们下一次还是跟大家定规矩说，我们只能够挑选2.7以上的。其实我说以上是指说这个科技数以上，对，2.3好了，2.3以上的坦克，请大家挑选2.3以上的坦克，还有飞机。那我也就不再多废话什么了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。